Me the story of the war, when the brave survived, where the powerful prey on the weak. This body, I feel a connection to it. I can't explain. Together, we can soar on that elephant's wings.我的另外一部电影也是 DC 的，也就是名字应该是九个吧。这部戏呢是我们只看到了一些剧照罢了，就连吹的都还没有发表。可是呢，这已经是确定呢是在九月就会上映的反派DC 超级英雄。希望他可以超越，还是跟上一个的那个演绎表现吧。不过对，那部也是我比较期待的，不过应该是在下半年。我的下一部是又是 superhero movie， 不过这个是 Marvel's， 就是 Avengers Endgame。 四月就会上映的，我觉得这部应该是全世界有看电影的人都非常期待的一部电影，因为上一集 Infinity War 就是已经到达了一个巅峰了。可以，我觉得他的故事转应该有很大的转折，不过我也觉得应该有蛮多就是 superhero 也会在这部电影过后就会消失了，因为他们的下一个阶段的 Marvel 的那个 universe 就是会有另一批的可能比较年轻的那些 superhero 来代替。所以要怎么样去结束这部 Avengers 是我非常期待他们怎么样去把他的故事转折，还是引颈期待这部电影的，拭目以待。拭目以待。还有另外一部也是超级英雄电影 X-Men 的 New Mutants of questions. Did you know baby rattlesnakes?不过我看了那个预告片，我觉得他把这部拍得非常不一样，就是像惊悚片这样多过superhero 的那个超级英雄的电影。我的下一部电影也是在四月的，就是 Pokemon Detective Pikachu。Blur or I will electrocute you.Period. And what about a world-class detective? So, if you play that Pokemon Go, you should知道它是一个风靡全球的 game. So, this movie, 为什么我这样期待？因为其实在它发表那个预告片的时候，我都根本都不知道有这部电影的存在。另外一个是因为这部电影是由那 Ryan Reynolds 用声音演出来的，他有一个很可爱的语言天分，就是他讲的话都会喷饭的那种，很搞笑的，所以我非常期待这部又是真人还有那个 animation 结合在一起的Pikachu。 第一次听到他以这样成人的那种声音讲话呢，的确是有一点接受不到，不能接受不到，因为他是比较可爱的，就是他也不会讲话的，他只会会讲比卡，就这样啊，就是，所以他名字就叫比卡丘哦。另外一部的也是我非常期待的电影啊，《Godzilla King of the Monster》。呢是改编自日版的哥吉拉的一个故事，也就是三头龙出现，还有那个飞蛾，飞天龙啊，飞天龙还是什么的，很大只的，对，有飞蛾，而且他的故事是讲到世界末日的。其实很多粉丝呢就很希望呢电影公司呢就
可以把之前这部呢拍成新的电影，这部也是我的下一部电影。我比较想看就是Godzilla 怎么跟其他的那些怪兽一起打斗，因为 Godzilla 跟人是不可能打赢他的，所以要看他怎么跟其他的那些怪兽一起打斗，那些场景我觉得应该会蛮震撼的。还有就是我很喜欢里面的一个小女孩的那个演员，她的名字叫 Millie Bobby Brown。 如果你有看 Netflix 的那些剧集，她是演那个 Stranger Things， 她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演员，所以我比较看好这部电影。我的下一部电影就是六月的 Men in Black International。 Be there. Let's do this. And I found youWhich makes me perfect for this job. I mean, move it or lose it. You will be with Agent H. We are the Men in Black. 这部也是我知道他们是在有在拍这部，算是一个重启一个 Men in Black 的系列的电影。比较不一样的，因为前几集的 Men in Black 都是一老一少男的，这次这是一男一女。这部我觉得应该非常有看头。期待的另外一部电影呢，就是 Hellboy，也是超级英雄电影 Hellboy Rise of the Bird Queen。 I'm on your side. Some dads get their kids Legos.今年正式要上映的电影，我比较喜欢之前 Hellboy 的那个造型，但是这一次的造型我就觉得，它的比较邪恶一点啊。之前那个造型是那个演员也诠释到不错。我的最后一部电影就是上半年，2019上半年的最后一部电影是 Toy Story 4。And feathered canyons everywhere. Oh boy, got it.这部我觉得很多人都应该看过，前几集的 Toy Story， Tom Hanks 的那个无敌，我觉得玩具的角色的刻画非常深入人心，所以我觉得这部是一个暑假，因为六月暑假快到了，一部一家大小都可以进去戏院看的，可以享受的一部电影。虽然它的是新的导演，不过我觉得他应该会把这部算是动漫的一部经典电影。会把它延续它的经典的那些情节在里面，所以我非常期待这部Toy Story 4。对啊 ，Toy Story 4算我们陪他走过了一段很长的岁月了。最后，对，就第一集的应该是20多年前上映，它带起了整个 3D 电影的那个风潮吧。Pixar 的也因为这部电影呢而起家了。第二部跟第三集呢都非常好，不只是故事，还有它的特技，就是他们的 3D 效果，每一集都在进步。到底 Toy Story 4会怎样的发展？他好像有大略的讲到他们新的跟旧的玩具应该会出去，就是好像从家里出去另外外面去看一下其他的玩具的那些世界，所以应该不只局限在那个家里。好，今天电影工厂秘密2019年的电影呢，介绍呢我就到此为止。下一集呢，我们还会再介绍呢2019年下半年呢，到底还有什么更加期待的电影？今天也谢谢李切大哥抽空呢在这边跟我们讲解关于2019年上半年的电影系列。好，今天呢就到此为止了。好，拜拜。OK， 拜拜。希望如此吧。